今日继续要来开始第十二届马祖杯全国微基金票赛，伫咧高雄上岸是由副馆长吴宏明来主持开的了后，伫咧新港国小正式来登场，总共有68队国小，各有儿童基因团体组和355位个人组的选手报名参加。副馆长吴宏明强调，而微基对着小朋友有真侪正面的好处，只有多方思考、多方判断，才会当帮助未来国家的主人翁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传说地窑造基以来，微基的历史已经经过5000年岁月，无数文人雅士的钻研努力，让微基成为今仔日盛行伫东南亚地区的一项高深技艺，更是东方文化高雅精神的代表。由县府甲新港洪天宫主办的马祖杯全国微基锦标赛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2年。九号来自全国喜爱微基的好朋友齐聚新港，壮怀伫湖北之间，以及会友面对面静坐，屏气凝神伫芳村之间，为布局为地肃杀关注，时日千军万马，时日不同于泰山。这些意象全部拢伫湖北主之间的君主之争当中展露无遗。那今年特别又盛大来举行，那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好手，总共有355位。那另外团体赛的部分有68组，那分成就是团体组，还有从各段的这个从初段到五段的这样的个人组的竞赛。那事实上围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智的活动哈，它本身呢事实上具有这个。可以让心情静下来，所以静心。那另外也可以透过就是下围棋，然后训练自己的思考跟逻辑能力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对于一些人生的思考也好，或做事情的思考也好，这些步骤和布局，就像这个整个围棋的这样的一个布局，然后到围杀，然后到观止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静下来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在这里面呢，围棋中也可以气势如虹。如像那个千军万马一样，有时候又要静下来思考，所以空气又会很宁静哈。所以这就像人生一样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小朋友来参与这样的竞赛，能够在这里面得到获得更多对于自己未来的思考，对于这个学习，或者对于这个做事情上，我想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洪天宫董事长何达宏指出，在围棋世界当中，会当拥有精彩攻防，教囡仔讲为布局策略到局部战术，拢需要爱心笔的思考，可能一支草全盘拢输。幸福的产生会当让囡仔的心理素质得到磨练，学习如何为逆境当中成长。新闻新闻，张乃成、陈刚强采访报道。